大王您瞧、大王、大王，你将那两个王国公主关在宫中不捉不放，也不管一屋的求婚，难道你真的要收他们进宫不成？好、下去吧。父王，父王，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外边乱糟糟的？公主，你为什么出尔反尔的？我不是留在这儿了吗？景王马上就要把丽罗公主给杀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有事，想个办法，想个办法救救丽朵，救救丽朵吧！办法只有一个，你亲口向靖王提出杀了丽朵，才有可能救他。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大王，丽蓉的女子丽兰求见。让他上殿。遵旨。大王有旨，丽兰上殿。长公主，长公主。大王，丽蓉公主丽兰求见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有罪之人不敢开口。你很好。没有同你妹妹同去，你说只是你妹妹已经犯了死罪，你不要为她求情。丽朵不能体会大王深恩，做出大逆不道之事，丽兰不必求情。丽兰恳请大王赐给丽朵一死。你们可是同生姐妹，血脉相连，可曾结下冤仇？亲密无间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对他下毒手呢？向大王学习。你说下去。谁让他是一个失去了父王和母后的孤女？谁让他竟然喜欢上陛下的王子？谁让他竟敢相信天恩浩荡会有一丝人情？谁让他不胜一击，失去了做人的资格？一个身为女奴的女孩，怎能眷恋自由的天空？大王，请你杀了他，让诸侯为您不能容忍一个弱小的女子而感到窃喜。杀了她，能让晋国的百姓到处弘扬您的慈爱。杀了她，您能够让丽蓉的君臣知道自己的未来。你是想用激将法让我免他一死？本王所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更改过，既然你要我赐他一死，我就成全他。父王不可以乱杀无辜。本王从没有滥杀无辜，你再胡说我绝不容你。父王，可是公子不必求情，大晋国纵有铁骑千万，大王心中仍不能放下一个生得如此灿烂的丽蓉公主，再没有比这样的荣誉更能配得上这朵。
说，请你千万别让我失望，也别让父王和母后失望。从小我们一起长大，我们姐妹性格各异，但情同手足。虽然我和姐姐一样勇敢，但是我知道你比我更有与我们的仇敌抗争的计谋和机会。姐姐，你就让妹妹自私一次吧，让我到天堂与父王和母后相会吧。丽多，有事你出来吧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长公主，小公主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小孩子，她应该知道真实的情况。姐姐，是我逼她说的，你不要责怪她。有事照顾好我姐姐，要好好相处。你们俩是我的希望，我和父王母后会在天堂看着你们的。李多，李多，别伤心了，姐姐。好了，乖，把周围都围起来，不能让丽蓉的公主跑了。他们来了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有事把这个交给你。将地掀翻，我发誓，朕妾一定会被讨回。
对了，我还没有恭喜公主呢。有什么好值得恭喜的？恭喜我们的复仇计划有了进展了。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下一步？对，下一步。我还有下一步吗？我们一定要完成复仇大业。要想完成复仇大业，必须扫除前面的障碍。夷吾已经离开，申生虽然是现在的太子，但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，构成不了什么威胁。王后虽然歹毒，却在靖王的牢牢掌控之下。现在唯一难办的就是重耳。你想怎么样？靖王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夺爱吗？有时，难道我们复仇一定要用一个善良的人来做祭品吗？要的，因为是恶毒先毁灭了我们心中的神圣，因为是仇恨先掠夺了我们心中有爱的城池。为了那些善良却早已被恶毒毁灭的人，我们要学会从恶毒那里借一些力量来。公主为什么不把心里话全告诉他？我知道你心里很喜欢他，你应该让他知道。有时我们往一个善良的人心里撒盐，就真的能够报复一个邪恶的人吗？因为那个善良人的父亲正是那个邪恶的人。公主，你要这样想，想想你那惨死的父王母后，为了受苦受难的利荣百姓，为了匡扶正义的大仁大爱，我们得放弃心中的小爱。以你我个人的小爱能获得众多利荣百姓的大爱，这是值得的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利荣的亡灵，尸体发怒的火焰，空气、土壤、海洋和火的力量，我信任你们。如果你们真的比人类的力量更强大，请求你们赐予我力量，利荣一个后代。
为什么要修建一个我父王和母后的祭坛？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时常提醒自己是丽蓉人，提醒自己该干什么。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你现在让我知道我还活着。嗯，父王、母后、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。